民众党立委和主席柯文哲大合唱明天会更好，蓝气球随着节奏摆动，营造出桃园蓝白合气氛。立委吴春城桃园服务处成立，蓝委也来相挺。在立法院，我始终不相信民众党是没用的巴西，我不买单这样的说法。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地现身站台，酸跟柯文哲擦肩而过。张善政隔空喊话，希望民众党声援基隆市长谢国梁，不要让绿营操作罢免。我想这个民众党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会欢迎了，我们会很欢迎。那这个罢免案很清楚，就是政党仇恨动员嘛。啊，但是我觉得最后也没完没了。你罢免我的，我就罢免你了。整个台湾社会要开始陷入混乱，当家不闹事，你知道？我不乐见看到目前这种局面。没正面回应张善政，柯文哲跟民众党在选罢法修法的态度，虽然跟国民党不同调，不过传出蓝白私下有默契，国民党愿意退让，不调高罢免门槛，改由间接提高罢免难度。罢免联署应当跟总统、副总统这种选举的联署应该要一样，总统、副总统那边你要提供身份证的。我发现现在这个罢免真的，我现在说奇怪，怎么那么容易联署？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那拿名册在抄。民进党总召柯建铭不忍了，再呛若蓝白合作修法，第一个遭殃的就是民众党籍县市议员被罢免光，形同灭顶。若民众党改投自己，同样是保送国民党修法，结果仍然是自我毁灭，奉劝慎思，威胁别再跟国民党合作，否则下一个目标就是民众党议员。那你确定民进党会被罢免了？真的假的？不要再搞这种事情了，我真的我对这一段时间哦，这个台湾政坛的现象感到非常厌烦。罢免沦为绿营政治斗争工具，柯文哲坦言厌烦了，但要保护自家小鸡不被战火波及，势必也只能跟国民党再度合作。记者施耀珍、张汉中、蔡明宏桃园采访报道。